将摄魂阵附在你的魂斗手串上，你关心怎么自然会误入陷阱。关心怎么？那你为什么要进来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怎么还在说这些啊？因为我在乎。我也想知道，我为什么要进来的。这摄魂阵里的邪祟实在是太多了，我们杀不完的。 只有摄取了魂魄，才能停止这一切。舍去魂魄，我是狐族圣女，应该为狐族舍弃一切。可是我偏偏又见不得你死。 我没有成过亲，他连你的温度都没有加过人，我的心里从始至终就只有你一个人。归是，我们相知相爱度日，你怎么可能放下你，却嫁给别人呢？归是，你回来好不好？